就是为了那个能够让中国认识到更看到更多的同性恋的存在吧。然后我本人也是希望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同志权利有更好的发展。嗯，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是美国一合法，这对全世界的影响特别特别大。我觉得这个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大势所趋吧。还是有人会觉得很奇怪，然后会觉得你们自己好就自己好呗，干嘛非要结婚，干嘛非要四处宣扬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你们异性恋结婚还不是很讲排场，还不是四处宣扬，然后生了孩子还要办满月酒呢，那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为什么我们的爱情就不可以呢？真正的让利，真正的实惠活动只有三天，只有三天，比品质比质量，同等质量比服务，中港手机电脑城秉承信誉第一，服务至上，顾客为本的经营理念。手机好，千元手机百元销售。北京这么大的城市，它不可能，它与世界接轨吗？它不可能就是说那么太传统，对吧？这些应该很常见的，比较常见的一些。女人对女人的爱，这个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，我就感觉很奇怪。前一阵子也经历了很多的风波，所以 I do what really don't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哦，行了，不要太当真，就是我女朋友转达的，谢谢她。对啊，没提前想到，跳也跳不起，耶耶、yeah, yeah.刚才碰杯没事，你看他们俩，一直，真的好大一块，这个我们分吧。